这次是本季王牌的第一次录制，有什么感受？这么多年太熟悉了，就是又见到老朋友了呗。我们在房间里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惊喜吗？蛋糕，蛋糕还挺可爱的。哇、哦，刘姐，姐弟一条心，零花变万金。姐弟一条心，零花变万金。赢了我们就飞黄腾达，输了我们就东山再起。100万，100万冲动了，这一次赢了我们俩就飞黄腾达。那万一输了呢？姐，输了我们就东山再起。我帮你来吧，弟弟。可以那个锁骨上放硬币，能放很多个。我帮你来吧，弟弟。你就别想着报仇了，你先想着保护我吧。哎呦我，哎呀！你就别想着报仇了，你先想着保护我。你最喜欢哪句话可以跟他合影？我觉得这一句吧，我的一生躲得了沈腾，躲不了华晨宇。我的一生躲得了沈腾，躲不了华晨宇。等他躲得了华晨宇的时候，他又躲不了关晓彤。本期录制有什么小目标？希望这一季可以学会新的绝活吧，毕竟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见到这么多业界的一些顶级的行业王牌，能跟这些老师们一起学习一下，收获还是很大的。